中国的很多很有智慧的这个高僧大德，都是按这个路子走的。比如莲池大师，也是很有善根的人，早期也参过禅，也有在燕京一带听钟楼鼓声开悟的经历，但他最后选择了念佛法。所以，当别人来请教他修行的方法的时候，他就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这个我平生所悟为南无阿弥陀佛，我这一辈子修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”那莲池大师是证得念佛三昧的。而且在念佛的功德方面，神通妙用方面也是不可测度。他坐在云栖山的时候，那老虎啊，原来都是为患百姓，他在那里念念佛，这些老虎呢就很驯服。有一年，这个当地大旱。那村民听说山上有个修行人很有道行，就在到上面来，请他来祈雨，那莲池大师很谦虚呀，莲池大师一生都很谦虚，一生都聚于学地，就是，从来不以这个大修行人自居。所以他住在云栖寺都没有方丈，他自己不生方丈，以学人自居，那别人就请他祈雨，他都会很谦虚说：“我哪会祈雨呀？我只会念阿弥陀佛呀。”那个村民说：“我不管你念什么，你能把雨念下来就好嘛。”于是，由于村民很诚恳，这个莲池大师也横慎众生，就拿着一个木鱼，寻着田埂念阿弥陀佛。哎，这一念，他走过的田埂的这个地方就下雨所以这个讲这个念佛呀，只要念进去了。你能把名号的功德给它召唤出来了，那不仅讲临终的往生问题，你就是平时遇到了种种厄难、困境，或者祈福，或者超度，都能获得。这就是像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句佛号：“成佛多有余数，何况其他。”其他就包括你有各种人生的需求，这句符号都能解决。包括你要考个好的大学呀，找个如意的眷属啊，身体有病希望身体健康啊，家亲眷属去世希望超度啊，这句符号都可以。不假方便，不需要说要搞得那么复杂，这个消灾延寿就找一位佛这个超度就要找地藏菩萨，或者他对每个佛菩萨都有一个专业分工那阿弥陀佛是全包，他不全包够不上阿弥陀佛，称不上万德洪名。够不上阿切陀药。什么叫阿切陀药？就是一般的一个药方可以治一种病，这是一般的药方。但有一种药叫阿切陀，就是一种药治所有的病，这才叫阿切陀。所以了解这个有智慧的人，他会把握这个核心。怎么？比如印光大师，
他也就是一门深入。他在21岁出家之后，做沙弥的时候，在武汉濂溪寺，就晒经呢，做灶科的时候晒经，就是看到了一本龙书净土文，还是禅本。他通过看这本书，马上对净土法门产生了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就开始老实念佛。老实念佛，他首先得到的一个利益，就是他小时候就有眼病了，得眼病，常常是红肿。哎，他通过念这个名号，这个眼病念好了，所以他这个从21岁到81岁，整个的60年，他就是念佛，一句佛号念了60年。那我们来看印祖他的智证的功德了不起啊，那种智慧的开发也是在近代啊绝无仅有。你看印祖文钞就知道印光大师有多大的学问，好像他什么都懂，宗门教下儒家经典顺手拈来，语言那非常的精炼，非常的优美。连梁启超都赞叹他是得语言三昧。现在我们在这里，在美国，无论是过来的华裔还是子女，都希望学好中文。其实你去把印祖文钞好好读熟，你的中文水平就自然能提高。博古通今，那有这种水平的人。那没有心性上极大的开发，那是不可想象的。他有时候讲这个，这个传统文人士大夫常常跟佛教这个这个禅师法师多有交往，《旧唐史》里面就有很多的记载。那《新唐史》在欧阳修他是。对佛教没有什么信仰的人，给他删掉了2000多条。那他这个讲的这话，我们说他要看多少书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呢？那就是《旧唐史》和《新唐史》，他都看过他才会得，他才说得出这个话呀。那他是什么时候看了这么多书啊？是怎么看的？那这个儒家十三经。这个典故，这种文具顺手拈来，我们可能吭吭哧哧读一点，但是顺手拈来的这个水平，我们很难具备呀。哎，这就是他心地已经开显出来了，智慧开显出来了，他才有这个本事。今生读书方已迟啊！一个人的大学问，不是今生吭吭哧哧几十年的。他可能多生多劫都有读书的信息在阿赖耶识里面，透过一种修行，他上一辈子的学问，哎，都给他接上了。那实际上智慧是本具的，这一点，这个古希腊的柏拉图，他们通过苏格拉底的对话。他为什么要采取对话的方式？他有个基本认知，就是知识是人本具的，是通过对话诱导的方式，把你本具的数学知识、物理知识、哲学知识给你引发出来。所以，真正的教师不是给你灌输什么知识，而是知识的助产师。你就像一个妇女，这个婴儿是你本有的，她只是一个接生婆而已。所以，通过这句佛号打开我们的心地的宝藏，这个智慧就会永留，因为智慧是本具的。那这样智的心开，而且它会显现种种神妙，比如善导大师，他。念佛能够念一声佛号出一声光明，出一道光明；念10声佛号出10道光明，所以当时都称为叫光明大师，
那少康大师他念一句佛号就出一尊佛像，念两声佛号出两尊佛像，像连环珠一样的出来。在车务大师，他是在宗门下开悟的，他是由于自己生病，才思维从永明延寿大师都专修念佛法门，他现在处在末法的孽障这深重的这样的状态，何敢不念佛呢？所以他这一念的觉悟，就把参禅全都放下，专门来念佛。车务大师的一些语录，那是真是是啊，字字见地呀、啊，年年归宗啊，那非常的透彻啊，那种智慧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得到的。所以他在临终就能见到文殊啊、普贤呐、观音呐，所以大家多看车务禅师语录，以及他写的一些修行的诗偈。这车务大师他对净土，在他的晚年，那是一往情深，就专门念佛，一天十万声佛号。他有一首诗，就谈他为什么要选择念佛法门，说着莲邦两肋垂呀，阎佛苦去时堪悲，世间出世思为变，不念弥陀更念谁？这些祖师有个特点，这真是真为生死，修行就是为了了生脱死，在娑婆世界三界流浪的太久，所以这时候忽然听到极乐联邦的信息，那是泪流满面。透过极乐联邦的那种无有众苦，但受极乐的那种全新的境界，反观难言菩提，我们种种的痛苦，那这种痛苦真是苦不堪言，真是黄连树上挂苦胆呐。现在我们在这里愚痴颠倒，就是在这种极分、极为痛苦的这样的生命状态当中，还意识不到苦，感知不到苦，而且还以苦为乐，所以他就不会有触底性。你让他往生极乐世界，就像上午说的，我这么年轻，你就让我往生，是不是太早了？如果你知道这个阎浮提痛苦不堪言，不能一刻的停留，还有什么早？已经晚了。你23岁，你应该13岁就要走啊。那这些祖师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，所以他们在选择一个法门的时候，是所有的书都读过，世间的哲学、圣人的经典和处世间的佛经都读过，读过再思维所有的这些法义，最后得出结论。不念阿弥陀佛，还能念谁呢？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啊，极乐世界是法界藏身呐，在十法界当中，只有佛法界是最高、最美、最善。你念阿弥陀佛，就佛法界现前呢；你念其他的，就九法界现前呢。那我们当然要得到佛法界，就一定要念阿弥陀佛。佛法界就是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境界，就是我们生命的本地风光啊。所以这个法门的选择，真的就是要一门深入，这样就法自然的打开心地的宝藏。